中华湾林一个38岁詹先生，因为车祸下半身瘫痪，只会当坐轮椅，但是伊并无怨天怨地。最近伊申请做外送，把这个轮椅改做三轮车，招聘到大街小巷，克服到身体残缺，靠家己赚钱，感动真侪人。外送员接过饮料，确定饮料放好后，不过镜头又远一看，这位外送员骑的是三轮车，机车结合轮椅变轮椅外送员。38岁江关弟少年的时出车祸，下半身无法度振动，换袂少头路。私人公司到公部门拢有。今年2月份决定回去家乡中华湾林做外送员，拍开事业的第二春。在桃园那边工作，有做原住民行政局，以及参加职训。Uber 老实讲，它比较自由。在大街小巷展开外送服务，骑车的朋友和袂少民众学了这位轮椅外送员的精神，真值得学习。若是拄到行动不便的外送员，嘛真愿意家己落楼提餐。今天他如果真的是他不方便，我们可以就是会下来拿，下来先帮他拿。不会说一定要他拿上去这样。钦佩他嘞，看你拿个上这么简单呐、啊。尖官伫做外送员嘛真认真，伊甲家己的车阁加装家己做的三站架啊，阁准备卫生纸和餐具，用心的举动店家拢看在眼内。放住它，拿出去给它，它不方便嘛。轮椅外送员把握每一摆外送的机会，顺利完成每一单。身体虽然无方便，不过也是靠家己打拼过生活。